OK， 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虎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一手林伯成，对战方龙宫啊，对战方的这个龙宫的话，现在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单挑龙宫了哈、啊，而且对战方的一个属性调得很抗很耐啊。观战方作为一个凌波，虽然硬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打法很细腻。对战方开局，我靠，第三下炸了8000血啊！观战方有点懵。观战方孩子给自己补一手鬼眼，人物群出去，对战方的一个隐身宝宝绿一手，观战方人物继续装，观战方直接选择出虚弥，打得很着急。对战方拉出红孩二，此时双方场上的一个宝宝全部拉满。对战方龙卷就是秒，但是对战方秒出来的一个数据，说实话哈、啊，不是特别的可观啊。对战方应该把属性都调得很抗。但是好在对战方每回合都能出手，而且观战方的话宝宝血量并不是特别高。观战方用锥子狠狠地锁住了对战方的一个红孩二，观战方宝宝赶紧把法防给加上，观战方一手破碎无双打掉对面后排锥子的一个蓝量，对战方龙卷再次炸掉一只观战方一只宝宝，观战方拉一手瞬间补掉对战方的一个锥子，对战方继续换一手，双方剑拔弩张的一个地步，对战方龙宫继续秒出来2100，这只龙龟应该是闪现闪出来的，观战方一手惊涛怒再走出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、啊？观战方也不起真君，对战方也不起龙蛋，也不起那个龙战，是吧？
观战方继续浪涌，出手的一个同时叠战叶被对面震了2000血啊，再配合着高毒，一回合损失3000。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持续被怪战方清掉，对战方起了龙战之后，伤害有了非常高的一个变化。上来到第15回合，双方现在就场上的一个局势而言的话，还算是5-5。怪战方孩子继续给自己补鬼眼，怪战方金光怒扫出来，先打飞对战方的一个前排。随着打到后期的话，人物的一个防御越来越低啊，伤害的话会越来越高啊，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。对战方人物被打至残血。观战方人物继续戳，再拉一手瞬接，想补对面的一个孩子，但是无奈对面的一个孩子抗性太高。观战方龙卷秒出去，观战方选择力劈，直接去劈对战方的一个人，观战方有点嚣张啊。场上来到第20回合，一个凌波和龙宫蹂躏了20回合，你敢信啊？对战方感觉是吧，这个龙卷秒的太乏力了，虽然是吧抗性还是非常不错，但是哎呦输出的话确实啊太低啊太低。怪战方浪涌砸出去，怪战方现在是吧就是要拿掉你的一个孩子，而且对战方虽然在中了这个中了大死亡之后是吧，观战方并没有打出一个很好的一个点杀效果，对战方毕竟有一手龙蛋的一个加持，这个抗性太硬了啊。观战方看样属实是没有药了哈、啊、观战方的话确实应该也撑不了多久了。
瓜大方现在才想起来要破血点杀你的一个人。瑞大方想逃跑啊，感觉打不过了，但是还想保留自己仅剩的一点尊严。瑞大方人物被放倒在地，宝宝也顺势被补飞。